大龙峰金狮团自从阮的先贤长山过台湾来到大龙峰，这个大龙峰社已经来到今仔日已经252年啊。大龙峰的先贤为了要保护着庄头，来组成这个大龙峰金狮团，成立这个团练来创造这个狮阵。这个狮阵经过咸丰三年顶个交兵，为了生活爷公来牺牲了26个，所以今仔日。西镇若要出镇的时阵，拢会来先来拜这个仪容宫，哦，这是一个真大意义。在鞭炮声和北管乐音的热闹声响里，被台北其他师团尊称为老师祖的大龙洞金狮团，正精神奕奕地为保生大帝的圣辰舞动狮阵。这是金狮团每年固定出阵的活动之一。更可以看到他们结合武术和诗意的精彩演出。东方狮是台湾第一狮，伊甲一般的狮阵全无同的所在，伊属于顶楼狮。规个台湾拄啊，敢若阮是顶楼狮，其他拢是属于下路的。哦，东方狮唯一甲无同的所在，这只狮无耳啊，因为阮的先人教示阮，今日阮为了这个理想，甲理念来这个所在结合，所以要让听耳拔开。目标甲一个红目睭看落去，这是东方狮甲别人上无所同款的所在。尤其这只狮是属于庙狮，甲一般的武一个群头馆的馆狮是无同款的所在。没有耳朵的狮头总是向上，绝不低头。狮头底下的师兄脚踩传统三点金步伐，让大龙洞金狮团独特的弄狮方式走过时光，传承至今。咱的脚步就是三点金，哦，什么叫做三点金呢？有诶，唔知啊，你所有诶外人在外角头诶，即落叫西镇哦，拢无人知影。为什么叫做三点金？三点金就是代表吼中大元帅，吼金车、木车、路车，就叫做三点金。哦，阮的脚步，你跳的这脚步在三点金，所以太高吼，哎，阮这是顶楼狮，爱唱悬的，吼、哦，唔是下楼狮，吼、哦，这唱悬的跳三点金就是安尼跳吼、哦，头先摆了吼，摆了，一两三吼，一两三，一两三，对，一两三，对，摆了。现在大龙洞金狮团他们的特色是，他们已经去法院立案成社团法人，哦，那社会局那边有立案，那他们为了传承，他们跟台北的文化大学的国术系合作，因为有些武器或兵器其实是蛮特别的，那一般的民众可能没办法去套练它，那经由文化大学的学者专家们来协助他们，使得他们一些特殊兵器现在也慢慢可以恢复操练，只要你对这个武术、对武狮有兴趣，都可以加入。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是蛮卖力的。他们就是所谓的师兄来教导师弟，所以在传承这一块，他们是做得非常扎实的。传承超过250年的大龙洞金狮团，靠着师兄带师弟，一代代将古老的诗意和武术薪火相传。无论世事如何变幻，大龙洞金狮团的狮头永远会是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。